早毙了。就是你叫我小朋友，你给我太节俭了。所以中国呢，现在也开始就是说不刻意打压小孩，因为大家都那么说，而且呢，你回头一点，你可以到这便宜地方，不说没有，便宜地方有，小城市有，但他就业困难。所以大家都要去进步，尤其没有，我让你死。